师，跟人报告一下，我在底下巡游去北港，国际高频麻药节，先转进。熟悉的我们我手上拿着刀看着他们。掌握，他把台湾之美再次展现在手。我小时候，我时常来北港参修，我做布袋，拢爱来北港啊来破住。那我妈妈，我每次回去的话，带什么东西回去了？我问她，她只有交代两件事情，一个就是北港的大饼，另外就是北港的麻油。到现在为止，哈、哦，吃袂鲜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北港，它不仅是它的宗教的蕴底非常的深厚，所以它衍生出来的，包括咱的回民，包括咱的各个，我想这个都不在话下。讲到咱的主题，就是咱的糕饼甲麻油，会当讲阮的麻油吼，会当讲公公胖胖公公，吼，一家炒菜万家香啦，吼，所以希望咱来自中国所有的好朋友，会当来阮。北港求平安求财，嘛会当带着好食的红叶个，等于厝个不分两户，所有个亲戚好朋友。北港人咧办活动，就是要有北港味。啊，虽然过去咱伫咧三界吼，伫咧朝天宫门下口办甲足成功就对了吼。啊，我会记得第一年真坎坷吼，陈伟任办甲安尼吼，四只物件了了，人客就少去啊。第二年，咱讲要办两天一夜，办办来了，结果拄着一工落雨。你还记得吗？哈，我们的胖卡餐车全部撤退。第三年到去年，那古爷抓闲工料，我真的是心中的石头落了地。2020年北港国际糕饼麻油节，我们星期六、星期天，大家在北港武德宫不见不散。谢谢，谢谢。我说环球，你说赞，环球。谢谢。老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们拍到。那我们先看中间，先观众哦，北港就是不怕啦，什么水最多，那麻油最多，花生油最多。我刚刚以后在下面会不会是最小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还有行政院宜家南区联络服务中心的执行长许国贵执行长。2020国际糕饼麻油节，赞！煎几块昂古盖啊，就放在现场啊，要大家共同来品。就在这个场地，北港武德宫，也就在现有的场地。